我觉得从此以后你可以有这样的一个计划，每一次搞歌友会和各唱以后，然后就可以开一个花店就够了。是不是热不热？我来替你扇一扇。这个抒情歌春春唱的真的是很好听，这是不是第一次给韩剧唱的一个主题歌？是的。啊、嗯，韩剧经常唱吗？不经常看，不经常看。对，但是你知道吗？你唱了这个主题歌以后，这个韩剧的收视率就猛增了。这个刚才也说了，这个春春的新专辑呢就要发行了。不过这里呢，我们的工作人员，包括很多的媒体朋友，都特别感谢我们的玉米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呢，玉米朋友呢也给春春写了一首歌，对不对？这首歌呢由玉米来作词作曲，对吧？是。啊，然后呢，这首歌好像还是某一个公益基金，对不对？我问春春，那是。哎。这是什么？玉米爱心基金。对。我希望呢，玉米爱心基金呢可以获得更多的善款，来替春春办更多的善事。我不再问大家对不对了，回答肯定是肯定的哈。那骗不上，骗上。2块了，可以吧？2块了，好。那个，以下我们就请歌迷朋友冷静的来听一听玉米朋友为他写的这首歌，怎么样？我知道，我的心情跟你一样。掌声有请。谢谢。需要的时候，请进。
现在最快乐的时候可以和我分享，日子那么长，我在你身旁见证你成长，永远为你